開場，我求下你哋，好多謝你哋對 Mirror 支持，但我哋而家要需要處理嘅事，希望你哋有秩序離場。請大家安靜，由於發生嚴重的意外，請大家安靜離去，因為我們現在等待救護隊。今天大家的門票我答應大家會處理，跟著我答應大家我們會安全處理個 show， 希望大家現在首先慢慢就加油，多謝離場先好不好，多謝你們。